无名众神的王女，看来我们得出了一样的结果，也就是说，那个存在的本质。哼，爱丽丝，那孩子就是。 毁灭世界的武器。日居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才是，到底在说什么？啊？这样。 看来我们的同盟就到此为止了。虽然我们并不是同盟，只是暂时休战。